带你们逛逛西门町。连西门町都会买一只烤马鸡，超好吃的哦。这家厚切牛排的猪排超好吃的哦，是厚的幸福堂上面的招牌被换掉了呢。感觉是新的东西要进驻。老字号杨桃店
搬在中华路上哦。陆续有一些店家开始在装潢了。感觉有新的店要进驻咯。现在卤味都不太需要排队咯。
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开启小铃铛哦。